希望这个活动能够今天让它圆满的完成，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你们，也谢谢我们的每一位辛苦的工作人员，谢谢。现在来听我们唱歌。OK，那么接着下来呢，我要带来一首呢，是一个比较这个年代久远的歌。这首歌呢，是我曾经唱过少数的闽南语歌曲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。哎，我要问一下，为什么外面有很多是站在外面？哦，那个也是来看演唱会的朋友，好，带来这些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叫做《偷海如洗娘》，谢谢。